月是9日晚间，迪丽热巴在微博晒出了一组杀青照，宣布电视剧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正式杀青。照片中的迪丽热巴身穿紫色纱裙，双手比耶做着搞怪的表情，非常的可爱。早在今年下午，就有一组枕上书的最新路透在网上曝光。照片中的迪丽热巴穿着粉白色的纱裙，整个人仙气飘飘，另外一套大红色的造型也是娇艳好看。迪丽热巴站在石头上，手里拿着弓正在射箭，简直是英姿飒爽，还有一套白色的造型，看上去似乎和姑姑白浅此前的一套造型非常相像。这些照片像素都非常的渣，镜头可以说是相当模糊，但还是遮挡不住迪丽热巴的盛世美颜。看了这组路透图之后，不少人对这部剧更加的期待，如今这部剧也已经杀青，希望能早日在大屏幕上看到它。三生三世枕上书讲述的是青丘第七白凤九与胎辰公尊善东华之间2000年的情缘纠葛，由迪丽热巴与高磊光联袂出演。